这是写给父母的批，也是写给台湾的批。人领送我的万年笔，将心内的话写在批纸。出社会已经这多人，不捌对恁讲出我的感谢。我知影恁爱我，就亲像我爱我的囡仔。总有无限的疼惜，甲深深的寄望。是恁牵着阮的手，一步一步陪阮行，走过一个都市会坎坷运命，犹原勇敢的徛在这。无论风多大，阮的心袂沉重，只去是恁甲阮好的命，阮是骄傲的台湾人啊。上关的山，藏在上深的海，就是勇敢，自由自在。咱站出来，咱站出来，用咱的爱甲期待，甘心为台湾。再回来。心袂沉重，只许是恁甲阮好的命，阮是骄傲的台湾囡仔。就是勇敢的台湾囡仔。的时刻，我们最期待的时刻，拿起你的双手，最温暖的鼓励，我们欢迎我们的总统蔡英文。蔡英文，动算，蔡英文，动算，蔡英文，动
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要跟各位说，我刚从高雄场过来，我们高雄场的朋友都还留在现场，跟我们在一起，跟他们说一声好。我们来听得副总统候选人，我们苏贞昌苏院长跟我们的内阁的成员，我们游锡堃院长、卓荣泰主席，还有郑文灿市长，还有我们台湾队的台北八位的立委战将，还有我们不分区的候选人。那我后面很特别的站了101位我们的手头族。以及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电视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好朋友，再一次大家晚安，大家好。在不到半个小时，选举的活动就正式结束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要谢谢各位这一路上陪伴我们、支持我们、鼓励我们的好朋友。无论你是第一次支持民进党，还是一辈子都支持民进党，我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们在守护台湾的这条路上不曾觉得孤单。明天就是投票的日子了，大家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我们摇滚区的应援部队在哪里？明天你们会帮我报票吗？这个星期我们四路齐发，南北大扫街。我从我的故乡屏东出发，今天我终于回到台北，回到凯达格兰大道上。这一路不管在台湾的任何的角落，你们对我喊每一声总统加油我都听到了。这短短的四个字其实承载了大家对台湾的未来深刻的期待。你们都叫我台湾队长，现在台湾队长要向所有的台湾队友发出任务讯号，明天上午8点到下午4点，所有的人都出来投票，大家说好不好？要我们手上的选票守护我们改革的成果，守护我们民主自由生活的方式，守护世世代代的年轻人能以身为台湾人为荣的尊严。这个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我们都去投票好不好？今天现场有很多手头族，除了我后面的，在前面的是手头族的，也请举手，谢谢。其中你们其中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过去叫做介寿路，这是为了恭祝威权时代的统治者万寿无疆所取的名字。这里是台湾从威权到民主的过程中最关键的地方，凯达格兰大道的历史就是台湾民主改革的历史。郑南榕出兵的队伍曾经经过这里，废除刑法100条的抗争行动发生在这里，反并吞的游行在这里，红三军的抗争也在这里，废核大游行也在这里，同志大游行也在这里。大家记忆犹新的洪仲丘事件、太阳花学运的集会也都在这里。
我下面要讲的你大概是不会欢呼的啦，甚至在昨天我们的对手也在这里啦，在海在党外的年代在这里集会游行是不可想象的事，民进党早期的年代在这里集会游行随时都会被警察用暴力驱离，但是今天不管任何人只要合法的集会游行，警察会保护人民，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警察会用水炮车，会用催泪瓦斯，再也不用担心警察会拿着盾牌警棍突然冲进来把大家打得头破血流。这就是民主，年轻的手头族们，这一条路台湾走得很久，也走得很辛苦，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中间经历过无数的抗争，无数人的牺牲，才终于在这里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土地上落地生根。现在要轮到各位走在这一条路上了，全世界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都在看你们要怎么走这条路。香港的年轻人，香港的年轻人用他们的生命跟血泪为我们示范了一国两制不可行，明天换我们的台湾的年轻人为他们示范民主自由的价值会克服一切困难的。昨天全世界最知名的时代杂志有一则关于台湾的报道，他在问蔡英文能不能守住华人世界里唯一一块自由的土地。各位，蔡英文守得住吗？蔡英文守得住吗？明天我们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台湾人为世界守住了这一座民主堡垒，大家说好不好？我说过这一场选战是为台湾的年轻人的未来而打，过去这三年多来我一直告诉我自己，即使我会受伤，即使过程再怎么困难，我都要留给你们一个更好的国家。这也是四年前的选前之夜，我答应过使命奥地上的事，大家都还记得，晚会结束的时候，他很用力地跟我喊话，他告诉我当台湾的总统要有志气，要有决心，要坚强。使命奥地上今天已经不在了，但是他在天上会看到我没有忘记他的话。从2016年开始，从上任的第一天我就开始启动改革，加薪我做到了，减税我做了，长照我做了，用托我做了，年金改革我做了，国防改革我做了，能源改革我做了，台商回流我做了，社会住宅我做了，婚姻平权我也做了，经济结构转型我做了，社会安全网的强化我做了，民主防卫机制的建构我也做了，最后拒绝一国两制我也为2300万的台湾人民做了。我们没有向前一个政府让国家空转，尽管外部的威胁还在，尽管国际的情势还在变，但我们壮大台湾的努力从来没有中断过。明天就是明天，蔡英文需要你再听我一次。
曲，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华民国台湾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做出正确的决定，好不好？不用含血，不用含泪，也不用含恨，明天大家用快乐的心情，基于我们对这块土地的疼惜，走出家门，走进投票所，投下你守护台湾的一票，大家说好不好？我们现场有八位台北市的候选人，他们每一位都很年轻，都已经准备好了要接受这样的挑战，他们是台北队也是台湾队，他们是蔡英文在国会里面的好队友啦。他们是吴思瑶、何志伟、吴怡农、高嘉瑜、林昌卓、谢佩芬、许淑华、阮昭雄，他们都是这个世代最优秀的好人才，也是民进党跟台湾未来的希望。大家是不是给这八位优秀的候选人一个最大的掌声，好不好？亲爱的台湾人民，选举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这几天我相信大家都看到我们的对手砸下重金，广告满坑满谷，拜票的电话铺天盖地，很多人都焦虑到睡不着觉。我要告诉大家，化解焦虑最好的方法就是出门去投票，对不对？我要再一次提醒所有的支持者，我们不需要自我怀疑，因为我们的路线是没有错，我们是正确的。我们不要低估对手，因为不到最后关头，对手不会轻言放弃的。我们更不需要仇恨对方，因为明天过后，他们仍然是我们的家人、同事跟朋友，大家说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要分散力量，不要过度乐观，不要以为民进党票很多来分票配票，结果自己没过半，反而国民党过半了。我们集中选票都投给民进党，好不好？选举活动即将结束了，现在是回家的时候，必须回外县市投票的人，我拜托大家一定回家，搭高铁、搭火车、搭巴士、计程车、开车、骑车还是走路，无论如何都要回家，好不好？蔡英文差你一票，民进党的区域立委差你一票，民进党差你一票，台湾就差你一票。明天早上带着身份证跟印章站出来投票，让我们用自己的选票告诉全世界，台湾人有决心捍卫主权，有决心守护民主，有决心坚持改革，好不好？总统票请投三号蔡英文、赖清德，赢得胜利，赢得胜利。立委，我要请大家投票给民进党提名或者是支持的候选人，特别是在台北市，要打破国民党在台北市几十年来的独大，这是我们最有机会的一次，我们推出最强的阵容，拜托大家支持，好不好？蔡英文一票，吴思瑶一票，蔡英文一票，何志伟一票，蔡英文一票，吴怡农一票，蔡英文一票，高嘉瑜一票，蔡英文一票，林昌卓一票，蔡英文一票，谢佩芬一票，蔡英文一票，许淑华一票，蔡英文一票，阮昭雄一票。我们还有一张政党票，我再一次拜托大家
请集中选票，唯一支持富国宝台第一品牌十四号民主进步党。我要呼吁大家，蔡英文一票，民进党一票，不要分票，不要配票，好不好？让民进党在国会过半，让更多的民进党立委在国会守护台湾。唯有稳定的多数在国会，我们才能够抵挡中国排山倒海的压力。我拜托大家，明天一定要去投票，只要我们都去投票，我们一定赢。大家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明天再挺蔡英文一次，好不好？再挺民进党一次，好不好？2020总统要赢，民主要赢，自由要赢，改革要赢，尊严要赢，全世界都在看台湾，台湾一定要赢，好不好？票票入轨，票票入轨，票票入轨，拜
寂寞回忆。